有事要报告吗？有事，你让库尔提拉斯重新团结起来，还说服他们加入了联盟的行列。或许你还能帮个忙，让一对母女重归于好，到普劳德摩尔城堡的家族纪念碑找我。要是运气不错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服普劳德摩尔总帅取消对女儿的惩罚。 胜利属于基尔尼斯。戴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该相信谁。连普利希拉，我最重要、最亲近的朋友，都背叛我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谁都没有了。你还有珍娜？珍娜是叛国贼。 珍娜做了他认为对的事，他已经吃了很多苦头，而且他现在也还在受苦，对吗？我每晚都梦见他，吉恩，他在受苦。凯瑟琳，他在向你求助，你必须去救他。现在已经太迟了。如果你还听得到他的声音。 就还不算太迟。如果能再次拥抱我的儿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这是你的机会，别放弃，把他带回来。 我没空闲聊，不要欠别人。如果你发现珍娜的下落。 赶快回来找我！他是联盟数一数二的勇士，凯瑟琳。要说谁有办法能救珍娜回来，一定非他们莫属。吉恩，希望你是对的。
的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的。我需要特殊。爱斯坦会赢得胜利。我在听。库尔提拉斯风雨无惧，时间不多了。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普利希拉跟自由港海盗签下的合约。基恩，他雇佣海盗来对我的女儿处刑，他居然找了那群海上的败类。凯瑟琳，听我说，这或许是个好消息。这怎么可能是好消息？合约内容不是杀了珍娜，而是把他送去某个地方，他们可能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凯瑟琳，现在也许还来得及。我，吉恩，也许你说对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们目前还是没有什么头绪。如果海盗是从自由港出航，那里应该有更多情报，有一个人应该能帮助我们。有话快说。帮了我们很多，为此我保持着永恒的感激。做好准备，为了库尔提拉斯。
这里的东西是全库尔提拉斯最好的。你渴吗？我好渴啊。所以凯瑟琳女士派你去找她女儿，来看看合约有没有提到她女儿跑去哪里了，搞不好写在备注里。艾旭凡提供劳务，担任契约锁定工作等等等。这到底是哪个家伙写？工作叙述，劳务承担者应提供甲方服务，满满十页的安全条款。满满20页的免责协定，一堆定义、服务条款，法条也随便引用。这种东西只有被收买的法官才会认定有效吧？直接说吧，你到底打算把珍娜运送到哪里？看来他们不敢在这堆胡说八道的法律跟行话里写出珍娜会被运去哪里，但我大概知道这个情报会藏在什么地方。怎么了？下次换我请客，你先去拿手榴弹，我去找个菜鸟来问问话。等你好了，我们就在自由港碰面。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日子，只要控制得当。命运在对我们微笑。总帅之名祝福女朋友，祝你。
你不应该到这里来的。我不在距离范围内。我没有目标。会赢得胜利。你不该这么好奇的。来到这个地方来，你不属于这里。选定目标。
很高兴能认识你，你先忙吧。那就是有点锋芒毕露啊。我需要靠近一点。我就帮你海葬吧。他太远了。
范围内。我需要靠近一点。在贝克特自己的脑海里，他就是史诗传说。朋友，工作就是工作，走吧，去赚钱。要钱还是要命？史威特的保险箱。看是要付金币还是先？很专业嘛，哈兰，真的很专业。我敢保证这个计划天衣无缝。我们只要把保险箱抱走，然后华丽的逃跑。
基本上就是跳下悬崖到安全的地方。走吧。泰利亚，我们需要搭个便车。为什么我不能跟大家一样好好的骑在狮鹫兽背上呢？抓好，敌人在攻击我们。我现在也只能抓稳了。我飞低一点，看能不能甩掉敌人。放心，往下。别太低，别太低。我甩不掉他。甩用力一点。那，别太用力。我们还有手榴弹呢，给他们好看。哎，丢东西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前面就是桥梁港，我们在这里降落。我洗耳恭听。保持火药干燥。好，趁勇士去拜访托达戈尔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箱子弄回布拉勒斯。泰利亚，挪点空间给我，这次我要稳稳地坐在狮鹫兽的背上。我们会飞回城里，不过得先让风心休息一下。我不想让风心小宝贝累坏了，他今天的负担太重了。好啦好啦，我们可以帮你的宝贝鸟弄点鱼吃，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等等，你刚刚说的那句是在影射我太重吗？你知道我抱的箱子有多重要吗？弗林，你可以把那件肮脏的大衣丢掉啊。胡说八道。真的，明明是你啊！真高兴看到你安全回来。有事要报告吗？为了库尔提拉斯，不洗耳恭听，在外头要小心。好，我们来打开保险箱吧，这是最后一个锁了，希望不会有陷阱啊！嘿嘿，你看你看，没有爆炸，没爆炸是个好开始。里面是什么？这里有金币、宝石、藏宝图，确凿的犯罪证据。哈兰还真是不乖呀、啊，这些犯罪证据可以让他被关一辈子。不过他人都死了，所以也没他的事了啊。就是这个啊，糟了，简直糟透了！他们把他送去命运绝地了，难怪艾旭凡没办法派人过去，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哦嗨！注意命运绝地，如果有得选，我才不想要这种死法。请你代替我向凯瑟琳女士致哀。弗林，别这么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珍娜女士说不定还活着。泰利亚，那座岛的名字是命运绝地，不是希望之地。要是有人能把她从那个可怕的地方救回来，我敢说，就只有这位英雄了。打赌吗？哎。要是塞勒斯知道你拿这个打赌，会怎么说？哦，弗林，你知道我的意思。为了凯瑟琳女士，我希望你是错的。我也希望我错了。勇士，你有什么发现吗？珍娜被带去哪里？拜托告诉我，还来得及。命运绝地是斯陀宋恩海岸附近的岛屿，犯了重罪的罪犯和叛徒都被送到那里，永远不能回来。浪潮贤者是唯一能安全抵达的人，艾旭凡一定有办法叫他们把珍娜送到那个地方去，毕竟他是遵从我下的命令。我在听。卢海如风去找派克修士，他是忠心又虔诚的浪潮贤者，他一定会帮忙的，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加紧脚步。
快点找到我女儿。风暴会在我们心中成型，我们要坚持下去。他命在旦夕，必须尽快取得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先开始准备，只要你把材料都找齐了，就回来找我。命运的触手会夺你性命。选定目标，他太远了。
来听。别畏惧潮水的流动，我们必须立刻行动，才能从艾萨拉的手中救出舰队。即使牺牲生命，也要让斯托松恩领主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深渊说过你的到来，我要你等你准备好跟我说。有什么事吧？狂风与海流啊，我们有事相求。深渊中的疲惫灵魂，请回应我们，离开深渊的怀抱，再次协助同胞吧。好像不对，我们再重新试试看吧。这样好像不对，我们再重新试试看吧。我们的钟声将会响彻风暴之中，沉重的声音会指引归途。这样好像不对，我们再重新试试看吧。这样好像不对，我们再重新试试看吧。我们的钟声将会响彻风暴之中，沉重的声音会指引归途。我们以鲜血安抚夺走你们生命的怒涛，在平稳的海水与流动的海流中航行返家。我们的灯火会照亮黑暗的汪洋，我们会指引你回家的方向。海中的灵魂，请回到此处，走出迷雾，来到岸边，请引导我们顺利渡过你所统治的凶险海域。我在听。要永远看向大海。带人去秘密绝地，如此的重责大任我才不敢承担，只有我们浪潮行者才能安全抵达那个地方，但就算是我们也不能上岸。只要一踏上岸边，就等同已经死亡。我不知道命运绝地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希望能找到我们想找的人，但千万小心，那座岛很邪恶。我会跟我们的向导待在一起，准备到时候指引你回到岸边来。祝福你。
找不到。你们在找的小女孩已经是我的了。哈，她哭得真惨，她会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凯瑟琳女士一定会想听听你的发现。没有其他人跟你一起回来，你有找到什么吗？有珍娜的下落吗？还是我们太迟了？不要欠别人。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找到了珍娜，我希望我能够在场，不管路上有多么危险，都是因为我她才会受这些苦，我一定要去救她。审判官，我收到了凯瑟琳的消息。你该不会打算去荒野支援吧？你是认真的吗？有什么事吗？祝你一帆风顺。受血有意思，你想要去色洛斯？内陆人，我没办法帮你。有些通道就该永远关着，免得被另一边的东西踏足。哦，臭老兄，我们都已经踏到你家门口了呢。勾拉图尔，怎么者准备战斗，你们打不倒我的乌尔法，但是既然你们想找死，我乐意奉陪。色洛斯苏醒了。想我们的恩赐，那你应该一起陪葬。你凭什么决定别人生死？图尔，你这种扭曲的行为让我们全都蒙羞。受的
很脆弱，所以他会不惜一切阻止你进入他的领域。你好，旅行者。一帆风，审判官，我知道凯瑟琳打算加入你们这趟疯狂的追捕行动，你们必须拼命保护她。库尔提拉斯已经失去太多普劳德摩尔家族的人。勇士，见到你真好。我们被那些森林里的怪物伏击了，如果不是守卫奋勇牺牲，我早就没命了。看来我们得自己前进了，你来带路吧。哦，这里让我连灵魂都在颤抖，就好像走在自己的坟墓上。我得振作一点，我还真那忍受了比这更痛苦的折磨。这里看起来像是某种入口，也许我们应该把咒像放在这里。像哪里有动静，库尔，这里一定会有解开谜题的线索才对。哦，看来不太妙，或许要用某种顺序来启动符文才行。消失了，这些符文有结界的作用吗？启动另一个看看。就是那个，墙壁上标记了正确的顺序。成功了，咒像真的有用。如海如风，我们自在轻松。让他
些可怜的灵魂，不该忍受这种折磨的。等我们救出珍娜，一定要想办法再回来救他们。入侵者普劳德摩尔家的女儿是我们的了，有我在就不可能让你得逞。珍娜就在前面，我们快点跟上。亲爱的，没事了。不，你帮不了我，没有人可以帮我。哦，珍娜小时候只要一害怕或难过就会躲起来，而我总是会找到她，我绝对不会放弃她。你带路吧。先选定目标。马快！你把我们丢在那里等死。你本来可以阻止他的，你本来可以救我们。我让他们失望了，让全部的人失望。不，珍娜，别听他们胡说。你别想抢走我们的记忆。珍娜，你当时，你一直都是库尔提拉斯的骄傲，你是库尔提拉斯的力量和风暴。但就算是最强大的人，也没办法救所有人。他不见了，那孩子只是个幻影，只是珍娜受折磨的痛苦残影。我们继续找吧。斯特显然不会留下活口，我们绝对不能让珍娜遭遇这种厄运。我要复仇！你当时也跟我一起在幽暗城，我们都把敌人包围住了。我本来可以伸张正义，我本来有机会杀光他们的。希望塞洛索尔。崇高的理想，珍娜，可惜你父亲一直没学会这件事。我的女儿还在这里的某处躲着，独自忍受痛苦。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把他救出这个充满绝望的地方。自己的偏见污染奇伦托，我太愚蠢了，竟然以为你可以当我们的领袖。可是他们骗了我。真娜，他是假的，这全都是假的。我会让你的尖叫声永不停歇。所有抉择都能靠理智决定，如果你背弃自己的情感，那剩下的就只是空虚的黑暗。又是幻象，珍娜一定就被困在这附近。你这些血狐，跑去跟那些野兽在一起。在痛苦中挣扎吧。你冷眼旁观，看着那些禽兽杀掉我。可是你背叛了我，又换得什么？爸爸，别再说了。部落夺走你的父亲，背叛你的国王，你却什么都不做。你打算抛弃所有盟友，任凭部落宰割吗？够了，魔物，现出你的真面目吧！放肆的蠢货，他已经毁了，你们救不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我需要目标，我没有目标。你们太迟了。真的，真的是你吗？女儿啊，我做错好多事。我们来迟了，必须净化这座城市。真的？对不起，阿萨斯，我不能看着你错下去。我应该阻止他，他就不会那样，那他就不会死了。你一直都太天真了，珍娜。戴琳，我拜托你住手，父亲。我应该更坚持。你根本不懂。我懂的事情比你多太多了，孩子。是我不够坚强。或许有一天，你也会懂。全部抓起来！我应该要说服他。放心，不，原谅我。你不可能救得了他。你是看不起我，不是？你以为自己的罪孽这么容易洗清吗？父亲，你为什么不肯听？凯瑟琳，法律很清楚，背叛国家的下场只有死。你准备接受国家对你的判决吗？我接受你的判决，母亲。
原谅我，原谅你父亲，也原谅你自己。小宝贝，快上来哦。女儿，我们走吧，我们想办法离开这里。你们全都别想逃！母亲，小心！母亲！魔物，你惹到不该惹的家族了！有事准备战斗！全部吞噬，我终于可以报仇了。魔物，你们之前是手下败将，现在还是一样。你们空虚的胜利毫无意义。索斯特，绝不放弃。你找海尔提拉斯也不会退让半步。我没空闲聊。母亲，你还好吗？还好，不碍事。我们快点走吧，免得那种怪物又出现。我也非常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勇士，我们走吧。接下来的路会来吧，母亲，我们该回家了。好怀念海风的气味，勇士，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能再也感受不到海风的吹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女儿，欢迎回家。母亲，海军总帅，海面上有船，上面是艾虚凡的旗帜。普利希拉来夺取我的城市了，勇士。看来我又需要你的帮忙了，有话快说，不要欠别人人情。泰利亚，请带着这位勇士召集军队，我跟珍娜要来准备防御对策，看来我们的接风宴只能延期了。知道了，海军总帅。我先去周边地区警告平民，快到码头去，我们在那里会合。